暖场启动的一个仪式了哈。那今天的活动目的呢，是要为这两栋的建筑物，还有这个六龟老街的一个哈，包括后续的委外经营。好，所以我们办了很多的一些市集，包含待会我们六龟山茶的品名，好，以及好这个很多的一些这边老故事的一些导览。好，那特别要感谢我们市府团队，尤其是我们都发局，好，在我们争取这个前瞻计划，好，这两年呢，好，针对这些历史场域，还有这个两栋建筑物的修复工程啊，哈，诶，得努力了哈，那。最后呢，在这边期许了哈，阮未来了哈，阮的市政府团队，包括阮光寿哈，竭尽所能哈，啊，来跟咱地方的一挂少年啊业者，共同把这个老街哈，加老街起来哈，也带动地方了哈。那以后这边也可以成为串联我们大六龟、南北六龟的一个观光景点哈。那在这边呢，也谢谢大家的莅临我们的会场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局长为我们的。